框框里面这个钱，大家思维是很接近的，互相竞争啊，你站这一块，我站这一块，这一块，大家都竞争了，都挤爆了，就这个市场已经挤爆了，你也找不到新的商业机会，怎么办？重新再定义市场，改变角度。我市场第一个你不一样，在行销里面就这样，这样思考。我最常举的例子，脑白金。今年送礼只送脑白金，收礼只收脑白金，脑白金脑白金表孝心。请问他卖的是健康饮料呢，还是卖什么？他是让老人世界健康，睡眠安稳，然后呢，胃肠蠕动正常的一个口服液。当他广告是打出这个字的时候，今年送礼只送脑白金，收礼只收脑白金，脑白金脑白金表孝心。所以他在卖什么？孝心不是他在卖什么？他卖什么产品？啊？健康食品不对，他就对中国人补血、补金、补钙、补气、补完，就在这边，那是健康食品的概念。他不能卖健康食品，因为大家都在一起竞争，他要跨越。那他卖什么？卖礼品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他把买的人跟用的人切割分开，所以他是找出了这么大的市场。这么多话是没有看竞争啊，这多大市场啊？送脑白金连续六年，每一年卖12亿人民币，60亿台币的营业额，叫巨人集团在深圳。他就改变了 definition， 很重要哦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同学子华，只要在卖床铺，他在卖睡眠系统，不一样的。你卖床，我是卖个睡眠系统，我收益比你高啊，完全不一样的，它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认为扩张，先扩大联想，我还可以做什么？当我不是什么的时候，我还能做什么？这说的最重要的，就是我是什么，我一定是什么，不是。你能赶快把自己否定掉。当我不是什么时候，我还是很想。请问你是做什么产品？好，防冻液。除了防冻液之外，你还除了防冻之外，你还是什么？你还能做什么？就拿这样子看一下。啊，勇气啊，不错，最近得了2个顾客满意奖，同意吧？啊，我观察入微的。我是台湾房屋总经理下来的，当然很理解。所以他得罪得2个双冠军，没人注意到我都注意到，我洞悉同业的变化。你不是中防冻之后，你还需要干什么？我就，你不是卖房子之后，你还可以卖什么？买地保是买房子还是买房子还要买什么？暗示你了，身份地位还不直接。那邻居，哦，那是胖达人当的，连胖达人当都很熟悉。所有的住户分布在哪里，他们怎么操作手法，怎么把股票炒作，我都研究。欧洲大学都研究这些东西，我们有专题报告啊。如果都，欧大不是开玩笑的，我们同学都，同学里面最有地保班的，他们又告诉我很多讯息。整合那个资源，我告诉你，他们买地保的目的不是为了住啊，为了节税啊，做理财啊，同意吗？魏银洲他弟弟过世，对他买的那个东西，他省了5000万的税，他是理财计划的一部分，他是卖理财计划，不是卖房子。当大家都在卖房子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卖房子。你这样才大，做的 definition 不一样，所以你赶快否定自己。我当我不是卖这个时候，我是什么？这是创业的第一步，从否定出发。你是做什么？什么？金融？什么金融？证券。当你不是在做证券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
没想过。做资讯，做什么资讯？财经的资讯，要做理财的资讯，对不对？就你还你做很多资讯的整合，做 portfolio 风险分散的概念，你是卖一个 total solution， 对不对？按照不同年龄层做不同的组合，形成它的资产的安全，你对不对？像那退休组，你要帮助安全的建构嘛，所以你不是卖股票，你不是卖股票，对不对？来，请问您是做哪方面？也是这种同学家吗？对手吗？太难了，是做什么样的品种？啊，保险，保险除了保险之外，保险是卖什么？偷渡所的，它理财的，那偷渡所的选，保险当然还帮了，还有更多是，不是保险，就是创造财，创造幸福感，它是幸福的产业，同意吗？这是哪家公司的口号？不是啊，国泰啊，你是哪家？哦，这你不知道吧？那孤家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胜出了产业，那是国泰啊，国泰训练的老师啊，对不对？他们现在计划很厉害，他们全年买了3万的 iPad， 每个员工出去何止作战，要第二代接班，你去训练都我来做，一天训练80多个经理啊，商圈怎么争根，怎么扎根，农民怎么谈，我们全都分法，对，我们做的是一样。我们每个区域怎么做划分，怎么做第二代传承，他们最推动一个这个顾客关系管理，5年没有动的客户全部拜访一次，大概增加30%的营业，很厉害。贩卖幸福，贩卖幸福，我中国人肉也能贩卖幸福，也能贩卖幸福。OK， 我们班上几个，因为每年欧大里面总会找一两个做保险的，所以同学都需要。最近我们有同学南山的，我们有同学每年给他10万美金，那就给你10万，你就帮我管理好，就给10万。因为他们需要资金管理，他要做很好的有妥当的安排规划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可以用水平思考啊，扩大。最后你要大胆否定，先否定你。当我不是什么时候，我还是什么？当我不是教授的时候，我还是诗人。OK， 好，可以吧？当我不是诗人的时候，我可以变演说家。我还不是，我是变生意人。我可以做啊，我可以做 business， 没问题的。所以你有没有让自己有更多可能？就是思考。决定是好，那我怎么选择一个我能做的深入？好，商品开发大概也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当我的企业我不能做什么时候，我还可以是什么？易泰原来做手工具，竞争很激烈的时候，他说我还能做什么？做剪刀，剪东西的剪刀。就竞争很激烈的时候，那我还能做到？他做手术刀，剪刀一把出厂价200块，他做了手术刀一把3万块。还有一家公司做螺丝的，一 kilo 50块卖出去。他说我除了做螺丝，我还能干什么？他可以做生技锁假牙的螺丝。生技螺丝一颗1000块，出厂价500块，改变了。你这种太多改变了，先否定好不好？